阿宏中医药电台网址 www.ahontp.tw。阿宏本人制作主持服务。敬请各位网友观赏，每天拜九拜五下晡两点到四点。欢迎收看阿宏无所不谈，只要对事无对人，什么代志拢会当在本节目发表你的这个意见甲看法。感谢网友多多起来发表，多谢，多啦。江西的新风变大声，人在思念，今生的爱情也会孤单行。阿边上，阿边着行，最后才知输赢。各位亲爱阿宏无所不谈，而且网友观众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一个加咱这个阿宏无所不谈这个节目，咱这个节目是伫阿宏中央电台每天拜到拜五下晡时两点开始到四点，伊阮优秀的阿宏神困，加咱网友观众做伙来关心国家事、社会事、家庭事、教育事等。来，咱首先来看政治新闻哦。这个蔡学良军官哦，要求真相，那么因老母绝食无爽快哦，送医。来，这是自由时报台北报道哈。这个以国空军中士蔡学良。服役的时阵不幸啊来死亡，军方以自杀啊来结案。蔡妈妈尤水敏持续伫个国防部大门前啊来抗争啊，并且自母亲节迄一天开始绝食，长因为身体无爽快送医吼。送到这个台大病院，啊来做治疗啦。那么，伫个暗时啊，因为状况无讲介稳定，登去国防部大门口进前，那么坐着轮椅，啊，甲会顺安尼百外个民众，最近
那么以音乐会对书蔡学良，那么公民1985年长在民书顶头发起活动，伊伫讲5月13日，正是蔡学良伊的这个生日啊，呼吁所有的这个关心这个代志的这个网友吼，伫个暗时啊穿着白衫前往国防部，陪这个蔡妈妈度过蔡学良无法度通过这个生日啊。那么民众除了热情献花，送这个拥抱遗嘱歌吼，那么还佫以这个浙江吼摆成爱心的这个图样，我蔡妈妈过了一个啊蛮高但是温暖伊的这个母亲节。国防部军事发言人罗小河伫个讲，对蔡妈妈感觉同情啊，加不舍，吼、哦，无奈啦。因为安怎讲？因为你要吼，即、哦这个过来重新，吼、哦，啊要来过来办即个需要吼，爱、哦、按照伊即个程序啊，但是无法度啊，对唔对啦？那么国防部长严明也表示关心啊。那么伊只是政务办公室副主任代表前往台大病院啊来慰问，并且请蔡妈妈啊来保重啊。国防部表示，由水敏所提起的国家赔偿案，正由台湾高等法院审理中啊。那么尤水敏希望讲国防部提供相关鉴定所需要的这个枪啦、弹啦，那么国防部会配合台湾高等法院伊的这个审理啦，提供枪、弹，和相关鉴定机关啊来运用安尼啦，啊，敢有法度？阿洪认为讲无法度。好、哦，咱这个案，咱甲看，咱甲看落去啦吼。好来，咱到这结束，期待下回同这个网络同这时间继续收看阿洪。无所不谈，再见，拜拜。